泰国的豪姬。Shut up you！ 哎，叔叔，我的名字叫 God bless you， 不叫 Shut up you。你怎么样？把那小子盯紧一点。 你是不是有四条三 ？OK， 我狠下心来，把自己都给赔进去。如果你赢的话，那我的人就是你的了。OK， 开牌。太变成这个样子！ Damn it！雷泰。 你哪找的傻小子帮你呀？我不认识他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随时奉陪。担心我的造型不好。好面熟啊！哎呦，你好厉害，蒙着脸你都认识我？色字头上一把刀。好学问。小心点啊！弟弟。哇哦，愚公移山呐！ 紧张好不好？放轻松点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真说话。200万。500万。你跟不跟呢？你也不希望我输钱。哈哈。 主任先生，什么事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我想开我的西米露做好了没有？你不可以离开台中？哎呀，没关系，先发牌，马上回来。何官，那杯西米露我不要了，发牌的。你说话。好，我跟。还是你说话，我跟了。你又是你说话，哎。 你一看到我就想，你说我该不该跟呢？